就由秀珠嘅丧事开始，搞得好好睇睇，唔好俾亲人睇死。最好就大家参加完丧礼之后咧，就开心心咁 ，OK？ 听见吗？搞个开心心嘅丧礼喎！第四行最问尾嗰张凳仔嗰度啊，有位系嘛？请，死者愿意啦，希望佢哋落去唔使搭煤炭啦。啊，伙计啊，系，佢带佢两位摆错。两位飞咧？咩飞啊？即系白金咯。死咗嗰个我老公嚟噶。哦，对唔住，唔好意思，招呼唔到吓。第一行啦。系啦，唔好咁伤心，丧礼就开始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死咗嘅、就死嘅同埋未死嘅，好多谢大家参加今晚嘅惜别晚会。喺大会未开始之前，我想请我嘅上司叻志奇帮板出嚟同大家讲几句嘢。我哋以掌声欢迎叻志奇帮板。系啊，点啊？真系好，系啦。死，大家都唔想嘅；唔死，大家都知道冇可能。死好定唔死好，大家心里有数。死迟啲定死快啲，大家控制唔到。死，总之系难讲，恶讲。啊，唔讲，唱歌。Yeah.
嚟，快啲嚟，快啲嚟，你睇啊！你放板，我好开心啊！今日个 party 搞得有声有色，真系唔该晒你哋啊！过奖过奖，应该嘅。唔该晒吓，拜。好嘢啊！唔该晒。